A 到底是 Linux 未来人们的二代的游戏开黄视频。上期呢是把剧情，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呢，应该是推进到了游戏的末期，应该是解锁了，我感觉上是最后一张图了。这边我不太清楚这个地方是什么，总之Rudeus 也是现在是打到了敌人的大本营，但在打之前呢，应该是有一些 NPC 的对话，我觉得可能还是比较重要的。我想呢，先看一看。Traveler, how's everything? Well, I... 有一点奇怪。因为这边呢是，就是 Clementine 应该是说，让我们跟帮忙跟这个基地的人说是去告别，但是好像我回到基地后并没有这个选项，不太清楚是什么一个情况。你呢？你之前好像是挺关心的。What do you want to ask? Well, all right. 好像也没有。Take care of yourself. You hear me? 可以，那就可能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吧。这样就不管了，直接传回去，继续。这应该是。我不太清楚这个最后一张图它就是一个纯主线的东西，还是说到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支线东西可以探索。总之看一眼。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这个声音听上去好让人难受啊。这是在这个桥的底下吗？等于他们是从那边出来的。
这是相同的怪，只不过它是钻地了。是个合计。这个就是这帮卑鄙的制造的一些爬行的声音，真的是好难受啊。这是个隐藏的道路，哈？这我是这么着下来之后，这个是前进道路，现在我来了一个隐藏的地方。这是个什么呢？戒指。就是你现在是一个元素的攻击，或者你中了那个 debuff 之后，消除后呢，是免疫所有元素状态。这个伤害我才可能不免疫，只不过是你是不会再中，就比如说之前好像是中那个电，它会接受的时候会爆一下，我猜那个效果是没了。然后是在 2% 的吸血，我不太清楚这个有什么，就是实战中怎么用。这边我跳雷应该是没有。 Damn it, won't fit.我能跳那个上面去？哎呀，这个问题来了，我怎么不翻滚？我猜可能是我的角度要再调大一点。或者我可能是这个样子。太远了。我猜可能就是我的这个角度要调的刁钻一些，这样我即使从高处落地，即使往前滚，我也是不会说滚下去。让我看一下，大概可能是从这个角度，还是不行。我刚才的标记应该是地上有个树根，我是对着那个树根跳的。我这次呢，我估计是在那个树根的左边跳，应该是这个树根。对，这次是在这个树根的这边。这么跳还是不行啊，
意思是在这个没有树根的地儿。怎么突然之前感觉是跳过桌了，现在连够都够不到了。像这个又证实了一个什么情况呢？就是那个悬崖的边上并不是能扒住的。刚才我应该是已经跳到那个地方了。如果是一些能扒的话呢，我应该是这个东西能有一个扒的选项。那估计我就直接是从，我可以就是直接卡到这个东西上面吗？可以。哇，这什么护甲？ Hey, not bad. Not bad at all. 一把刀是什么 Steel Katana， 我猜应该没有什么用，就是没有什么用。我甚至怀疑这个是不是商人那可以卖，这个就感觉好怎么这么着，这个锈的都已经，我的天哪。总之一般，然后盔甲呢是6的重量，12。其实可以先看一下长什么样，这么个样子，这是正好是25的一个翻滚。62。这是17。15。8，这个62应该是稍微好一点。10、18。之前是这个样子，52就不行了，50。那这边还有别的路吗？没了。可以，这边我看那个石头还是，现在是没有白来。这是我下来的路，我是从那儿下来的吗？我是从那儿下来的吧？这个为什么地图上没有显示？
什么声音？这个里边有东西吗？什么声音？我天！啊？我只能说，刚才那个怪他好像有一个远程丢飞刀还是一个什么的技能，那个飞刀小的我都看不见，我完全是在听他的音效在闪避的。这什么人？就等于是之间这里面有个坑，那个坑我是进不去的是吗？能扒上去吗？好，可以。哦。还有 fire， 这个是就是纯火焰伤害，三三一八的火焰伤害的 SMG， 我都忘记了一代有没有这个武器了。我怎么感觉一代是不是一个武器的 mod 还是一个什么？等于这边是你，就是现在就是一个火焰喷射器，你随便就是扫一下，随便扫一下，应该是能把所有的敌人都弄到这边三百九，啊，那是三百吗？我怎么看着是三百？我读错了，390秒的一个 dot 伤害。Mode 是一个爆炸射击，166伤害，9码的范围。哦，这个是锁住的。给这个地儿感觉这边的奇奇怪怪的隐藏东西还是蛮多的。那这个卡车能上吗？好吧，应该就这么多吧。要是再有，这边整个一个区域居然有这么多，刚才我看这个地板还很奇怪，一个区域有这么多的，这个又是一个隐藏的东西，这么多的秘密。哇，什么声音？武器伤害还可以，至少就是现在我的攻击我不用爆头，那个怪也能打死。本来之前有一个，应该是有一个秘密，我看见可以，应该是在楼下，看一下能不能先把楼下那个秘密给拿了。这么走。应该是这个，这是一个 relic。
这个是回70血，也就是说如果我的生命上限能提到140的话，这个效果是一样的。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它这个回血是一个 halt 5秒，但是这个东西的另外一个效果我就有点不太清楚什么时候能使了。现在是过量的话是会过量治疗的两倍，会变成一个20秒的 halt。 这个特效是用来 counter 中毒的还是？只能想到就是可能有些 boss 是一个会放一个，可能会一个持续掉血的一个很长的长时间的一个引导技能。其实现在我感觉上我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是把这边这个物品的使用速度变快。现在感觉上就是太，很多时候使用速度是特别特别的慢，经常是你使到一半，敌人的攻击如果是再打过来，你就是这个，你要再翻滚。哎，那边我看到了一个像一个火车站一样的东西。什么声音？这个地儿呢？就这个。哪些是可以扒上去的，哪些是不可以扒上去的？哪些是不可以扒上去的？我现在有八个技能点了都。我有什么感觉也没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。这个可以考虑一下，然后我有一些可以帮助我召唤流的一些东西可以试一试。这个是随便点一点就可以是被动的一个续航，八点是吧？先等一等吧，如果哦，这是直接 boss 战了。如果比如说下一个 boss 战它是我需要一直 ADS 我左右移动，如果我可以躲到它攻击的话，我这个移动速度是很不错。就等于之前我看的这个地方是我还杀了几个怪，这个是 boss 作战场还是什么？这个就是一个 boss 作战场，我以为是接下来前进的方向。那边是什么？怎么卡住了？这地儿能走吗？这个地儿的隐藏好多啊。这个有点意思，如果是能打入点特效的话，是每次攻击增加 10%， 最多可以增加第三次。
哦，这个7%是所有的，包括这个 mod 伤害也算。可能经验戒指可以去了。先看一下下一个 boss 吧，如果是需要弱点特效的话，可以用用。那个小狗为什么没有，就没有被标记住？怎么走？我感觉这对这个作战场还是不是很了解。如果我能找一个就是不会被 flank 的话，应该会不错。然后我的戒指。移动速度其实也是有帮助的，这个我回避是可以，包括奔跑加盾也是能增加，不错，那我估计把这个换了。弱点特效伤害。但有一个问题是，那个小怪的头其实挺难打到的。不管了，先把这个伤害的拿上。把这个换了。之前这个好像就是会声音会 bug 掉。我在这个地儿。什么东西？我们受到了两次攻击。
handling， 这个我感觉上可能是对我这个射击应该会很有帮助。现在刚才其实打的时候发现主 perk， 如果你是用 hunter 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比这个 slinger 要好，因为 slinger 它只是这个怎么看，它只是让你的就是无限弹药，这个的是可以，但是你给打得准或者说敌人是有这个弱点，你现在是打完之后呢会直接延长你的技能。刚才我的应该是这个标记的技能再包括它额外的伤害，应该是持续了很久。我猜可能跟这个 boss 战的它的一个构成是比较适合，因为是小怪很多，然后是刷一个 boss， 然后再刷一个小怪，再刷一个 boss。那我猜等于是整个这个地方就是一个 boss 的作战场，这么大。这帮这个，这是前进的方向。又一个玩意儿，哇，这居然直接是 boss 作战场里面的。这相当于是你穿的越重，肉搏伤害越高。刚才还有一个什么？嗯？这个我没有升满吗？这只是纯后坐力，我感觉后坐力还行。这个为什么我记得我当时是好像是升满了的？这个能打吗？这个能爬？可以，这样应该是走了一圈，这边的东西应该是都探完了。又一个传送点。
这些声音太烦人了。这个地方的结构是我们基地的一个结构吗？ Unc of Power， 这是复活的？不是。这个比这个要好？这个激活的时候更好，但是这个是一个百分百生效的一个东西，然后你吃加血的时候是把这个效果加到30%。这看着就是基地的一个构造啊。平时 Bow 应该是喜欢站在这个地儿。这是平常放水晶那个地儿，这个地儿相当于是你去楼下。但我只是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复杂的地形，我确认一下没有miss什么东西。可以，我估计是都探齐了。我听见了，好像是有这个水晶的声音吗？那么在那边听着那个水晶的声音，还是有箱子的声音？可能在楼下。哦，在楼下。这就相当于是我们一开始的这个教学关，现在是反着打过去，我才可能在到时候教学关最开始的地方应该是打这个地区的 boss。 这个设计还是挺有意思的。还有吗？我这是个什么效果啊？
least that's over. This, I guess, is to the game's end, start giving you things for your life.这是肉搏5%吸血，清宫院，我天哪，好吓人。我这边往下跳能跳到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是吗？好像没有。这么一长条路，这是通往 BOSS 站的一个特有的一个感觉。坐一下吧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 Cancer。两段，三段，应该没了吧？我天哪，我天哪，
看不见了。什么东西？我觉得第一次打还已经算打的还行了，但他有一个问题，他作弊，他还带变速的，这哦有一个问题，他有弱点吗？刚打了半天，我可能是我没找到弱点，他弱点是在他背后还是怎么着？总之弱点特效有点问题。我可能带一个这个防死的戒指，这个 7% 全伤害是有效果的，这个应该也是因为我平常一直在闪避在奔跑，这个应该也是有点效果。这个也是有效果的。然后我的这个技能可能有点用，我之前一直在留着这个技能，我是在等就是出小怪，但是好像是不怎么出小怪。我也可以把这个换成就是这个帮助我免费上弹，不对，我现在没法上弹，还是用这个吧。等这边我激活这个技能进入 focus 应该是 10% 的暴击率，这个呢15的伤害，我基础暴击率感觉也不是特别高，或者说我的暴伤可能不高，65不是50，这个现在是没有加，我觉得可能就是纯加伤害可能更稳定一些。就等于是我现在这个 V 的这个技能是可以用，别的有什么反正没有什么需要管的。我想就是不翻滚，但是好像
谁？熟练之后反倒是更贪了，但刚才他那个往回跳，我真的是没有，就是意料到。这个背真是弱点，这果然是弱点。我去！嗯？我的天哪！中招了，盾戒指发动了。这个 boss 很有意思，我打起来特别的享受。No room for that. 这个真的是人们的二代跟一代相比，一代后边的几个 DLC boss 是做得很好。现代化虽然说也是到了后期了，不过之前的也有一些 boss 也是真的是不错，就相当于真的是变成一个更加像魂系列的一个 boss 战了。等于刚才那个这个戒指还是挺有帮助的，相当于作为开荒来讲可以让你救你条命。刚才是我是中的是哪招啊？应该还是那个就是忽快忽慢，它应该是有一个好像就是系统 bug， 还是好像你游戏延时超高的敌人卡，结果让你这个判断是时机是错误的。像我现在给我请吓死我了，这等于是这是什么，这边来到了 Harbor， 就相当于是之前我记得游戏一开始我好像获得了一个，应该是这个下面拿了一个密码，然后把那个基地内开了一个箱子，开箱子之后好像是获得了这个武器，
当时我在那边好像看到有一个传送门，我猜等于是应该是跟这个世界连通的。等于这边目前感觉上，这应该就是一个主线的后期，类似于一个高潮部分。目前没有感觉出来有支线内容。这个打起来倒是还是蛮爽的。看一下这期时间，我觉得可能写一下。然后应该是获得了一个这个新的 boss 物品。总之下期看一看。然后我好像是还可以再升级了。总之都做一做。然后我。这个还是八级是吧？这边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帮助。我猜可能如果之后就是 boss 攻击什么的太难躲，会一直把你秒的话，我可能是就是留着去点点这个血量的东西了。别的应该就是没了。总之具体那边的升级什么的，哇那边好亮啊。具体升级什么呢是留到下次再说，这期就先录这儿了。也是相当喜欢的，我们下期见。